我叫林嘉芬，是一名高中老师。我跟所有老师的初衷一样，有着对教育的热忱、伟大的梦想，对孩子有耐心和爱心。我们知道 M 的坐标是，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是这样，还是你？一看就知道这是这两个学生啊。那今天没办法给我交代的话，事实上，教育远比我想的。复杂很多，很多，很多。不要喷了，够了够了。不然现在要干嘛？不然去你家喝酒啊？不要啦，每次都在我家。啊，没关系啦，走了走了走了走。狂想。那么这一题是九号叶子豪，叶子豪，不要让我叫超过三次哦。这题答案是 4O。好，记得要专心上课，知道吗？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题喽。子豪，老师刚才上的是什么课啊？数学。那你怎么自己上起美术课了呢？老师很喜欢你画画，可是上数学课的时候还是要专心听，知道吗？如果这些你都会了，上课要画什么老师都不会管你，好吗？子豪，说一下老师刚才跟你说什么。助听器呢？没带。为什么不带？报告老师，训导主任找你跟叶子豪。好，谢谢。
主任。这就是子豪哦，啊，这就是嘉奋老师，哦，这位是住在公园旁边的立赏。子豪昨天在他们墙上给他乱画。麦公哦，我玩弄你还行啊，就是，这是我爹头壳捡到，啊，我这块粪铲。不好意思，李先生，我是子豪的导师，那我先问他一下，了解一下情况好吗？你有没有画人家的墙壁？跟老师说，老师帮你处理。主任，哎，丽莎，这是阮特教班的汪老师。特教？啊，这囡仔有问题哦。有问题，你们更应该好好管教嘛，不然出去做坏事怎么办？现代人哦，精神压力这么大，动不动就杀人，动不动就杀人。有问题，你们更应该好好管教嘛，敢问到碰案呢，敢没看到哎？李先生。我会查清楚墙壁是不是他画的，请您把地址给我。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做的，我一定会负起责任。啊，就是因为啊，人赃俱获，还要问什么？您囡仔有问题哦，你都要好好干嘛？我们的孩子没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。啊！你讲啥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惊哦，无我跟你理论者哦，我都无说你啦。吼，这样气到要死啦！你这老师哦，现在教学生的啊，让伊踮外口在那乌爸母，离开！你有在教无啊？离开！你干！你在讲啥笑啊？离开！嘉奋，主任，你老师拄只对安尼，你看到吼？有啦有啦，我予伊来交代，我调查好清楚，哦，咱来来对泡一下。林老师哦，无老师的款啦，学生无怪咧学派，社会这么乱哦，就是有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老师啦。主任，是你家己要甲这些老师换掉，还是爱我打电话给你们？你先回教室。老师，等一下去找你。叶子豪小时候因为生病丧失了听力，因为行为举止跟别人不一样，
被同侪排挤，把他的助听器藏起来，说他的坏话，勒索霸凌都没有少。个性单纯，喜欢画画，品性优等。老夫，不负过雨。啊？那边。子豪，子豪。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？是我画的。那那面墙是？不是我画的。是废弃的墙，我想警察菲菲不会把你抓走。可是等一下，我们还是先去那边帮李先生把他的墙壁恢复原状，再跟他说，这个才是你画的。教育比我想的复杂很多很多很多，三年能给他们什么？知识、品德，我不知道。他们是我的学生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帮助他们。我相信孩子们绝对有无限的可能。
上课不是说不能玩手机吗？我就不小心。不小心被我发现了是吧？保管到下课。这是，老师你不要偷看我的聊天啦。我是说这个。这是最近很红的贴图啊，老师你要不要我传给你？这颗希望之树，雪兰就树立在我眼前，等待成果的时候，总是让人爱恨交加。这颗希望之树，它至少在我的前方，想放弃的时候，它会叫我坚持往前。等待